Hello， 欢迎大家来到 Perry 异想世界的直播现场，我是 P 君。啊，看到宝宝们陆续进来了 ，Hello， 各位好，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 Perry 异想世界的直播现场，我是 P 君。现场整体的声音还有整体画面，大家都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大家疯狂扣一。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看到大家的反馈啦。好的，再次欢迎大家来到 Perry 异想世界的直播现场，我是 P 君。明天呢，就是异星首场全球巡演的演唱会的首站啦，上海站就要开始了。那么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大家来到前线进行探班。那想必大家呢也非常的激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惊喜。这次呢，P 君非常的激动啊，也带来了一星最爱的巴黎水，噔噔，希望为他明天的演唱会加油打气。好的，那么大家也知道啊，今天我们正式宣布一星成为 Perry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也看到了大家的祝福和很多激动的评论，皮君非常的激动。那么大家也知道，一星作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全能音乐人，不断的在突破自己，创造更多的无限可能。那皮君呢也借此为灵感，制作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小礼物，当当，就是这个 Perry 打猎机，相信很多船友们还有粉丝们今天都有关注到。那这个打猎机呢，也是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有趣。这里皮君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打猎机，然后打猎机呢，我们总共有两种模式。切换模式之后呢，第一种模式就是这种单音音节模式。当然啦，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自动的扩声器，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手机选择自己最爱的异星的音乐放在这里来 remix 自己最爱的单曲。好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礼盒里面呢，我们也还准备了异星的相应的周边，比如像异星的明信片、静电贴。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到异星最爱的巴黎水啦，这次我们准备了四瓶彩虹口味，其中还有一星今年的最新星宠桃子味。那么这次的惊喜呢，我们也带到了Perry 的官方旗舰店，大家可以在官方旗舰店里关注获得同款哦。 OK，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准备去一星的休息室看一下他在做些什么，大家小声小声一点，嘘。我有点激动，不知道大家激不激动。现在非常的安静，我们都不敢出声，已经听到了一些音乐了。大家有听到什么声音吗？一星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那么 P 君今天代表各位粉丝还有各位船友来到现场，一起来看看一星在这次的演唱会之前都在准备些什么。一星非常辛苦，今天开心兴奋。对，一星现在在准备什么呢？没有，我在做音乐，给你们听一下。好呀。都非常动感。非常棒。
谢艺兴。嗯，对，那今天其实在第一时间呢也想跟艺兴分享一下非常激动的事情。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正式官宣艺兴成为我们 Perry 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哦，今天官宣吗？对，是的，非常开心。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大家的评论和祝福，也非常的开心。感谢感谢巴黎水，谢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和艺兴再次在今天合作，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艺人。对，那关于这个有什么想说的吗？就蛮感恩的，感恩大家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感谢巴黎水对我的支持，然后对。因为我们这次其实今天也看之前艺兴发布 Honey 的 MV 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对有 Perry 我们 P 君的出现，对对我们也非常激动。对，好，那其实关于明天其实就是我们的首场的首战开始是向大家展示了嘛。对，其实关于明天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惊喜，想可以比如说特别的舞台可以和大家透露一下吗？其实这次演唱会就准备了很久啊，大概很久很久，从出方案开始，然后到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它落实到现在的舞台，就每个人都花费了很多时间跟精力，但是其实对我的计划来说还是提早了一步，因为其实他还没有发的情况下面就做演唱会了嘛。其实本来就希望是四台发完以后来做这个演唱会，但是我粉丝们希望他们能够早点看到，然后带了所有比较有诚意的作品来跟他们见面，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喜欢和享受这次的舞台。嗯，非常棒，我们也相信大家也对这次的舞台和这次的演出充满了特别大的惊喜和期待，也一直我们也看到很多粉丝一直在下面现在说啊，我们已经在上海准备集结了。对所以对对对，希望明天演出一切顺利。那其实刚刚提到灵感的话呢，巴黎水也一直是作为一个灵感水，对，灵感之水。我们也知道艺兴也一直在这个之前的一些作品里面，包括创作里面都提到，就是喝白水找到灵感。对，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创作还有这次的表演上面，巴黎水能带更多灵感。好，好的。那我们也说到灵感，其实艺兴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全能音乐人，我们这次呢也是借此为灵感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小礼物，希望送给艺兴，就是一个 Perry 的打碟机。对，然后这里稍微给你看一下。对，这个是就可以用的吗？对对，这个，然后从这里可以开关打开。这个就打开。对对对对对。哇，非常酷炫！然后按一下这里，切换之后就可以开始了。哇，好棒！非常棒，这个，好玩哦。很好玩。对，这个作为礼物送给你，这里其实是一个扩声器，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放在这里，然后它会自动感应选择音乐，然后就可以 remix 自己的好听的音乐了。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这次的直播时间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知道艺兴明天要为自己的首场演唱会不断的去准备，我们在此也不打扰他了。那艺兴，那在直播的结束的时候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吗？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也感谢巴黎水的支持，然后希望大家继续爱特别特别的 Perry， 也爱特别特别的张艺兴。好的，非常感谢艺兴，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在这里结束了。